我喜欢的女孩买包帮我还钱，想吃饭跟她说明白，没想到跟酒吧的人……刚才您的手机响了，好有信息，你看，手机要响。没事，不管，来喝点呀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跟那酒吧那些人有联系啊？ 不是，那你自己看。我好像有点误会了。密码多少？19725。那个若曦喝多了，你过来接他一下啊。你就是江小姐啊？啊，对啊。我出来聊个事儿。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把若曦整成这样的啊！现在天天半夜找我哭，你知道他之前是多开朗的小姑娘不？啊，为了你，为了帮你还那个钱，跳舞跳舞你嫌脏，带方便面你不让，你想干啥呀？伤害你的心呢？那你有能耐自己还钱呢？熊女人干什么？下去。原来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孩，她为了我这么累，难道我是她的累赘吗？ 我该怎么办？